其实这个28号有呢一个难点，就是我们在考虑到它这个动作，我们用怎样的方法把它展示出来，就是选择一个什么样的支架把它能展示的更加完整、更加完美一点。再一个它的内部的变化也比较多，就是内部有很多的裂隙，我们要进行一个处理，还有内部一个补全，这是我们都要处理的一个工作。 那么这次我们不仅是把它作为一个检测分析研究把它做出来之后，我们更多的是想把我们的科研成果进行活化利用，进行展示，让更多的这个普通的老百姓知道，就说啊，这些彩绘的俑它实际上是表现的，不管是兵马俑还是我们说的百戏俑，它包括还有我们的文官俑，那么这些所有的俑它身上的这些彩绘都是展示是秦代的服饰。